传说有一种鸟，它没长脚，它只好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它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小兵，干活了。东西都不如包值钱，要不咱收集一下开个二手包店，肯定比这赚钱。四喜啊，不怪飞姐说你啊，差一点你又不找地方。你看你整天围绕着公交车牌转，你看哪个老板没事坐公交车？哎，飞姐，我发现贷款钱多。哎，水果。贷款钱多。但怪癖也不少。你屁脚哪来的？刚从你吃的水果下扒下来的。喂，阮亮，我包被偷了。现在多少钱？啊，钱倒没丢多少，但我身份证、毕业证什么都在包里，要拿去面试的，这可怎么办呀？谁呀？你老婆啊？我在后头说两句话。喂？喂？喂喂，我这边信号不好，一会儿给打过去啊。咱俩都好一年了，不要认识一下我的好姐妹吗？别闹了。没出息，一看你就一骗子。大家来看一下，一年包赚100万，中国国际传销投资发展公司。哎，对对对，快去考虑一下。CCAV 战力品牌，妈的傻子，狗日的，什么法治社会，大白天撬我车子。妈的，丧尽天良的狗贼，别他妈的被我碰见。妈的，我的护身符呢？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年薪20万，五险一金，每年公费出国10天。我给你百万年薪，每年出国30天。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我开玩笑的吧？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呀。下一个。17号江婷。该死的小偷。我诅咒你、谁咒我？哼哼，估计你媳妇想你了吧。不要嬉皮笑脸的，师弟。师弟，再怎么说我也算你师兄吧。四喜，
你从业多少年了？要从第一次偷隔壁班女生内裤算吗？那就早了。打算一直跟下去？听说你表弟几年前来城里了，怎么没见你们联系？人家是来上大学的，我怎么好意思和人家联系？你喜欢偷东西吗？怎么他喜不喜欢？混口饭吃吗？仅仅混口饭吃？你都没计较的吗？混口饭吃干什么不起，非要干小偷？那你的志向？劫富济贫，匡扶正义。四喜啊，我突然对你肃然起敬啊。低调低调，有机会多向飞姐学学吧。咦，飞姐怎么没见回来？喜欢吗，小姐？你非常喜欢。一影珠宝今年新款，地位和尊贵的象征。魏先生，您谁呀？我姓郝，娶了个媳妇叫……请问您怎么称呼？白痴。考虑一下嘛。考虑什么？交往交往。等你买项链和钻戒吧。穷鬼。小瞧我，你等着，你等着。你好，先生，今天费五块。单位是四轮驱动啊，快。可是先生，您听的是汽车的声音。我兜里就四块五了。好吧，穷鬼，没钱了学人家泡妞。嗯，你这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毕业了吗？啊，今年七月毕业，快了。毕业证拿了吗？拿到了。这包哪来的？公交站吧，太多了记不清了。里面多少钱？没多少。你说我该怎么办？没正式毕业证，毕业证都给丢了。看学校能给主办一个不？怎么可能呢？要不找个办假证的再给你办一个，反正毕业证号码都一样的。那怎么能行呢？对啊，你小心点。也丢了，丢了，找找看。关机了。知道。哎，对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啊？别提了，我找了半年多了，就缺4000多。你真不该再游手好闲了，你都要参加工作了，你真想大人。
别别别，他比咱们有钱，还他妈的中英文对照呢。你干嘛呢？我想该不该把那女孩的身份证和毕业证给她。什么女孩？你昨天的一个客户啊。你别说，那妞子长得不赖。给不给？给她干嘛？都花了成本拖来的。你啥成本？你看啊，初步踩点，寻找目标，团队配合，技术获取，哪一点不要成本？突然一根针加里间半身，再怎么说我也靠着手艺吃饭的。你要着她的证件干啥呀？丢了毕业证，那女孩大学会不会白念了？那也不干你事。你不劫富济贫、匡扶正义吗？那大学生算富算贫呢？他们读大学也挺不容易的。给他也行，那要几个条件。你说要钱，那不成敲诈了吗？你不要夸这个好，不说要带一行爱一行的吗？那不行，做贼也有职业操守的。商机来了。美女见面了。今天又没带钱啊？老娘我没有别的喜好，就喜欢钻石。办假证，注意你的措辞。高仿，高仿。小兄弟，来看一下。中国国际传销投资发展公司。你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人的一生最需要什么？一个机会。滚。发财的好机会哦。来来来，留张名片。小兄弟，我看好你哦。喂，办假证的吗？办假证，注意你的措辞。高仿，高仿。你们办哪一证？结婚证、离婚证、毕业证、学士证、技工证、美容美发证，你想办的我们都办得到。办个学生证多少钱？300。50？不行，分算了。好好好，给你办，给你办。需要什么资料？相片、姓名。姓名？罗永浩。相片我发给你。好，就先这么多，我给你电话。看我的业务。哎，你进来。哎，喂，办假证的吗？
我要办个毕业证。高仿，高仿。喂，飞姐。飞姐，给。干嘛？开飞姐马屁，有啥企图吗？没有啦，看到这东西，想你一定会喜欢。小兵，我发现你蛮敬业的嘛。既然做了嘛，就做得最好。其实飞姐很看好你的，而且很欣赏你。谢谢飞姐。这个飞姐，你也该到了成家的年纪，怎么不考虑嫁掉，换一种生活方式？谁愿意娶一个毛贼呢？看你说的，你这么漂亮，肯定有好多人喜欢你的吧？也包括你。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的吗？需要这个最大的。飞姐逗你玩呢，看你脸都红了。我怕你当真了。那我要当真呢。我算了，不开玩笑了，不好玩。肖斌，你怎么做小偷呢？你呢？我是小偷世家嘛，自然是子承父业了。你呢？没有方法，真办好了，来取吧。飞姐，我出去拿点东西。好了，回来。喂，你叫飞姐？原来你叫飞姐？你谁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的惊喜。来聊两句。抽烟？不会。我已经关注你很久了。靠，你不会找基友吧？万一找错人了。哎，你误会了，我比较欣赏你，想跟你合作合作。骗人的把戏我不会，谢谢你的好意。估计该把名片名字改一下了，太耿直了，应该委婉点。飞姐，怎么那么久？干嘛去了？去拿点东西。有蚊子。杀虫剂都杀不死。试试这个。纯牛奶。错。浓缩三聚。专杀三害。对了，
给你玩吧。哪来的？嗯，捡的。我的包呢？老子钻石！妈的，丧尽天良的毛贼，别让老子碰到！你哪个系的？江婷，拿水。你呢？江婷，一会儿吃饭去，少理些不三不四。你说谁不三不四的人啊？操，不讲信誉，说好今天办好的，电话也不接。什么人？没什么，你毕业证事打算怎么解决？我会把我的证书找回来的，我打电话。他不接。你也去图书馆啊？你看什么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张爱玲？是，你看那个书吗？嗯。最喜欢哪一本？哪一本？老板，卖张爱玲书吗？卖，日本的、韩国的、欧美的都有的。苍老师和陈老师的，我都能拿到货。陈老师，全部原创自拍，值得小电影爱好者一生典藏。不需要。你需要谁的？张爱玲。不太听说，肯定新人，给你推荐积德名部的吧，你一定喜欢。傻子，听你很久了，什么事？你他妈打我绿有什么主意？你两个绿友，别他妈装蒜！江婷谁？你不两个绿友吗？我老想你说谁？妈，你等着，我找人干了。就你去叫人呀？同学，找工作啊？关你什么事？想一年赚100万吗？来，我的名片。中国国际传销。错了。中国国际外贸投资发展公司。罗总，你好。咱们公司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呢？罗总，你干嘛？抱歉，看错了。来，想聊。
行，我工作定了，年薪百万。哎，你可别微信啊。对，那小子，行，我先挂了啊。妈的，先把那小子给解决了，太小了。喂，表兄，我软了，我被别人欺负了。妈的，那小子太小了，人家光好好教训他。小表弟的事，那没什么说的。我最看不惯七星霸主的家伙，欺负人都欺负到人家小亮头顶来了。他说他倒霉，惹到我小霸王了。家伙带了吗？必须的。看我今天要废了他。肯定的。谁叫咱们是兄弟呢？那必须。那痞子呢？看老子怎么收拾他。走走。小兄。暂停，不许你再和阮亮来往。你哪位？真是傻叉，我和阮亮好很久了，没人告诉你啊？你塑料袋啊，整天装啊装的，你就不要纠缠我家阮亮了。我纠缠他？你继续装啊，阮亮都告诉我了，不和你好，整天要死要活的。他真那样说，太不要脸了吧？谁呀？住手！难怪冉亮不要你，血气阳光，看你俩关系也不一般吧？你再说。怎么了？打女人啊？来啊，打我啊，笨蛋！妈，我真不骗你，你就再给我寄2万块钱嘛。张先生，要不要考虑考虑？不，我们做的是直销，并非传销。比如说那个第一天给你1分钱，第二天给你2分钱，第三天多少钱你知道吗？530万。嗯，那你要大力发展下线了、啊。我们现在有几个生意，赚不了多，赚不多。毛主席的一首诗写得好呀、待到春花烂漫时，坐在家里哗啦啦数着钞票。安静安静，请听罗老师讲话。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位新同僚，阮亮，阮先生，大家鼓掌。首先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带来我最真诚的问候。作为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经销商。我无时无刻把自己免费介绍给大家，大家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1万富翁吗？想！那你们拿到我名片没有？拿了。那还不够！啊！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健康美丽喝彩哟。对对对啊不要停，你干嘛呀？去市场。小李来去去市场。要紧，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应该保护先生的安全。谢谢你啊哥。江婷，我们软禁了。又哪来的什么女人？江婷，我们传销组的软禁了，快来救我！真的假的？在什么地方？快来救我！那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干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我来想办法。喂，四喜，帮个忙，我的一个兄弟被传销组织软禁了。好好好，你等着，我叫人。喂，飞姐，帮我个忙，我有个兄弟被传销组织软禁了。好好，你等着，我叫人。喂，郝老板，帮我一个忙，我的一个兄弟被传销组织软禁了。好好好。终于等到机会了，上车，快点！
钻石呢？喂，阿彪，赶快带几个人过来。谁叫来我？我，你哪位？老子找你好久了，把我的钻石给我。什么钻石？你动了吧？你个老骗子！我靠，这混球从哪来的？关你鸟事！操，我也找你很久了。今天谢谢你。没事。真的要谢谢你。真的没关系。那好吧。你没事了吧？没事。那你和阮亮？和他已经没关系了。那怎么？真的没事了。没事。那我就。你的毕业证没了就没了吧，其实他也证明不了什么。你别心烦啊，我明明看到毕业证被撕坏的。给你，你丢的。你。做小偷吗？为什么？不想你来做，做小偷不好。我只会偷别人东西，不会别的。别再做小偷了。不做小偷？给我个理由。你要理由啊？一个办假证的，一个搞传销的，说说吧，怎么回事？我被偷了。被偷？谁干的？他。是胆小的的比你是难以咂摸的穿帕金斯两座方白门同情我爱分钟和伴侣牛肉面包到对方胆小罗汉火和党出家的人心中神秘我与谁游戏买风筝买睡觉买小龙把我卖，把我卖，把我卖，内蒙奶茶，小生要变化，孩子要长大，漂泊的日子明天终于要回家，火车到站吗？我思念爸妈，我不喧哗，小心观察，窗外的无数小贩，被警察有期待。